下的，拜托大家给我们的空间，谢谢。啊、最近有接到人有没有？一切都非常的平凡，非常的正常。爸爸的做事都很正常，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就到这边干嘛？他有常常去爬山吗？我们今天到这里就好了，谢谢。那目前我们也大概初步有锁定一台车辆，那目前我们还在追查当中，那相关的一些动机我们都会立刻的进行来一个厘清及追查范闲。那目前掌握是嫌犯是只有一人吗？还是有两人？我们目前初步看到是一人，但是并不排除不排除共犯，所以目前还在厘清当中。那总共开了几枪？我们目前还在现场做鉴识，那鉴识清楚之后，确定之后，我们会跟各位媒体朋友做一个报告。主要是我们目前有锁定一台车啦，那详细后续再跟各位报告。